咱们听啊。开始了吗？又开始了。开始半天了，那边已经比手势 OK 了吗？他说的还是三分钟。哦、还有三分钟是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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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小时。开始没开始？开始了。我们这里三分钟，第一次直播的人是不会用。哎，开始了吗？哥，口罩摘一下呀，好伸手戴着。好，请大家一起来这十二档，请大家一起来这十二档的招呼吧。Hello. OK. 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SC Rise。咱们在此，然后星光岛的烟花也收获了很多人，大家都说这是 Rise 最好的收的团中。然后请咱们 Rise 来形容一下，这是最怎么样的一次团中吗？来吧。好的。最累的团中。最好玩的团综，最浪漫的团综，最棒的团综，最好吃的团综，最艰辛的团综，最什么？艰辛。最大规模的团综，好敷衍哦。最用心的团综，这个用心了。最真情的团综，最没剧本的团综，啊，最后的团综。哇！哇！哇！最最会了，最会了，咱们办的最会了，好不好？好，那就开始游戏王者。不能说你管他，你管他还是可以说的吧？能说吗？不能说吗？不能说。来嘛。好吧。那什么顺序？你开始。谁开始吧？这样，你开始。来，就是跟激光连到赵磊来，这样子一个圈。OK 吧？聊天开始这样。好，来三二一，团综里面有什么？周震南，何龙，燕子家，下车了，白琛，杨烨，错哪边了？错了，你们俩错，你们俩卡住了。没有，你们看着我，我有点看着谁？看着谁？是从我不知道，好吧？谁不知道？赵磊，谁跟我？谁跟我？是从这个顺序，再来一次，能不能别说人名，说点名词？对呀，都怪，不要人名，来，说点重来啊！大的东西，三二一，开始，过去不能说你我他了啊！不能说名字啊！是这个顺序，不能说名字，就是说点，就是位啊，东西啊，下光接磊哥嘛，这么来吧，好吧？顺时针，顺抢了的就直接说啊，输了会怎样？对，输了会怎样？输了淘汰是吗？输了就离开，淘汰嘛，离开这个游戏。好，来吧。好，三二一，团综里面有什么？马。别告诉我，我想说，我get到你了。我想说马来着，谁 get 的？我 get 的。好。我觉得我们这智商还是不要，我们不要扭他了吧？我们开心玩吧，好嘞，不是来吧？为什么到我这又卡了？我刚想说马，哎呦，你忘了，你告诉我了，来吧，再来啊！玩，起码玩一个，玩个一轮吧。轮就结束好吧？三二一，走！团综里面有什么？烟花、方糖、青草。袜子，树，日出，鬼故事，唱个东西，
沙滩，汽车，冲击草，耶，激情，什么？白雪，大通铺 ，Happy， 小星星，妈。哈哈哈哈哈！我这个，我这个实力也上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哈哈！马，马，马上。好，马有四条腿。OK。好的。然后不要说话。这次大团综啊，就是这次不要很慢。哦，不要打比分，看到很多十二个大家都出名的时候，大家都出名的时候，和大团中相比，成长默契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每个人用两个词分别形容一下第一次见到右边的人和这次团中里见到右边人的状态，就有两个词形容你区别。第一次见到他和现在不是这两个词吗？一个词形容第一次见到他，一个词形容现在的他。好，好，那就从他开始吧。我行，是啊，挨着来呗。变瘦了。这种最不能说了，什么变瘦了、变帅了、变丑了，不是变什么，是瘦两个词。他之前是什么什么，现在是什么什么。就你对他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第一印象不是你觉得我是哥吗？必须用一个词、两个字，对吧？是是吧？第一印象，师哥，前辈，前辈，受足可怕劲。大哥，第一印象是大哥。小弟。现在印象，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好像有点，就是那种怎么说呢？爱挑战啊，现在第一印象有礼貌，现在惜命哦，这个没病，我一直惜命，但当第一印象不知道，知道你惜命，现在知道。第一面，就这个第一印象是第一次见，第一次看到他呢，还是说第一次我真的认识的？都可以，一个初印象，初印象。你说我，就第一印象挺虎的，挺好的，挺虎的。现在呢，挺洋的。没不用买啊，哦，要收的，那怎么拿着呢？因为我们太哦，别放中间。第一印象挺虎的，现在非常可爱。我说实话，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好好笑。高情商低情商，对，就是很可爱，可爱，就是很可爱。我来了，你来了，坐。第一印象，光是话痨，就是话。他第一，他的第一印象，他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时候啊？可以问一下。就是在我们采，就是在最开始那个，就是在前天你们的青少年的时候，不是在后面准备？对，在那个仓库外面，就厂的外面，你们走过来。OK， 好。OK， 现在今天比较高了。对呀。对。我说谁？我说哪个了？那你说让哪个？让第一印象是，不敢说话。现在是越来越敢说话。现在是每一天都是巅峰。哇！好。还有哪吗？哎，让说话的哪吗？要我是不是？对，大声点，能听见是吧？大声。我这个是第一印象是，高冷帅哥。一个词儿。对啊，高冷帅哥。现在是憨憨。什么呀？可以。越拉。我的话，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第一面是地下。地下。
最近的专业是在那个创造营嘛，然后又穿的非常那个，有那个，我记得还是当时穿那个马甲还是什么，机能风，机能风的那个黑色全身黑嘛，对，这个地下，现在变成地下。哈哈哈哈哈！地下算了算了，长牙了，坏牙了，坏牙了。下次在天上。小宅的话，第一印象，小宅的话，第一印象是自信满满，天上。第一印象就自信满满了。第一印象是，这舞台，这第一次出舞台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范儿了。哦哦，自信满满。哈哈哈哈哈！我不信，刚开始就已经达标了。对的，刚开始就那种自信满满，现在的话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精准爆笑，就可能你们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最近我跟他接触，他经常能说一些特别爆笑的，就比如刚才那个，他经常能说的是我能够掌握到的笑点。OK， 我觉得演歌差不多，差不多，就我第一次听演歌的第一印象比较高冷。就他整个人就不是感觉很喜欢跟别人说话，对，或者就是有点大叔的感觉，就是。是。然后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随便，越来越随意，然后越来越不爱搭理人了。就是之前什么，在团队里面，我跟他说，干嘛弄我一个？不要白我，要你，要你，我应该是慢慢掉了，你掉了，掉了，掉了，不错啊。第奶奶的话就是第一印象是比较，就感觉特别好沟通，然后亲特别有亲和力。现在好难搞，但是难搞。现在是他讲话插都插不进，根本不跟你说话的机会。现在奶奶就是特别爱表达自己，就是更会表达自己，表达的更多了。好，是刘琛。刘琛啊，一开始见到的时候是在健身房，然后一看到我们就。前辈好，前辈好。现在前辈 ，I don't give a shit， 我根本不行。对对。现在是这样。好好好，进来下一个。哦，谢谢谢谢谢谢。就说今天咱们还给小十二呢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胡适表情包，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展示一下吗？啊，胡适表情包，胡适表情包。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成语呢？就会什么词语？让我们想一想吧。要不我们就说定点，让他们截图那种。对，三二一，让他们截图。一饱眼福，一饱眼，一饱眼福，一饱眼福。就每个人做个表情包是吧？就表情包，我们定一个，三二一，定一个 pose， 一起定一个 pose 就来吧，三二一。好敷衍，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吧？糊了吗？一包眼糊。还有一个福不同享。然后这次直播，我们也邀请了全网的小十二们一起提问、留言、发问了。很多在线的小十二也向 Rice 提出了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就退场了，小吴十二就退场了。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下那个小十二们提的问题。好的，好的。难忘和感动的瞬间，好酷啊！这个难忘或者是感动的瞬间，我们可以用这个回答吗？对啊，这个我也想用这个，我也想用这个。呀呀呀！你问我这个，你就是爆料号什么？就是什么？你来，你来。你们好。谁先来？神秘人，一个一个说，是吧？那就你来。我开始了。为什么你们俩用这个声音完全不同啊？跟我们俩声音不一样。开心的瞬间是吧？哈哈哈哈哈！哎，拜拜，拜拜。怎么让公公先回答？公公先回答了。哈哈，我是我是青岛的时候，我喜欢烟花。完了。我要说这个，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完了，再想一个。我是，给大家后面留点空间。好，一起在创造营打篮球。我是，就是难受。难忘的瞬间，难忘的瞬间。你兄弟们在家的每一瞬间都能忘。我先来是吧？
吗？骑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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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完了，啥都没了。我想说的是骑坎，骑马坎，这个爆料太多了吧？爆多了，爆多了，你都快说完了，我们在那干什么了？有预告有，好有啊，行吧。好，可以。哎，骑坎啊。嗯，来，野哥，哎，野哥，好，你说，野哥没说，野哥先。我的是那个，就是我们一起烤串的时候，然后互相让对方尝一尝好不好吃。啊，那是难忘还是？都一样，味道很难忘。这么难忘吗？啊！漏气了。我说了，哦对，骑马没，我说了，骑马，骑马，骑骆驼不？骑骆驼，骑骆驼，骑骆驼，骆驼是吗？骆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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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干啥了？一起看，流星雨，日出的时候，一起看日出的时候，好 ，OK， 来来来，给到小编，哎呦。下一个问题是在团灯里安装有趣的瞬间是什么？就刚刚的。请问刚刚这个问题的趣味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忘吗？就是因为它很有趣。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些有趣的瞬间。不能再分享了，再分享这个团灯不用播了。不用播了。有趣的瞬间。就类似咱们在大脑里面抢手机那些小提示。那就讲三个嘛，讲三个吧，讲三个吧，统一讲三个。那就先讲两个，要真讲三个，我先为大家讲三个。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哎，讲一个，讲一个，讲一个，我听听有多有趣，一个一会儿。就是我们有一天晚上睡大通铺的那会儿，然后听到那个有一个老叫的。是那个声音出现完之后，光光他们去洗手间上厕所。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吧？就那个，然后又出现个声音，就他们，但是你们都听见了，我一个人都没有听见。他没听见，就他。然后你们所有人都听见，我吓死了，当时快把我。屏幕面前估计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妈呀！不是，我们讲的就是自己明白的回忆。就是看吧，好吧，看吧，看也看不见那个。看不见，没看。精彩未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我这次新专辑。你都说了秘密还分享了我想给大家一个小秘密录制的气势新专辑里面
有关有舞啊，真的有一边跳一边跳的舞，哇、wow, 有字有故事有曲。那个干饭哥最后录的时候谁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在那个还有半个小时六分钟过了，我凭借一己之力说了六分钟，然后我跟乐乐我是在录到后面录的，所以我就跟他的那个对话了六分钟。那你在聊天是不是？还跟他聊天不是还聊了，干饭哥可能发出来吧，但是演唱会唱了呀，演唱会唱了，但是版本没有，对，就大家听一下录音室版吧，到时候太长了，那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录音的时候就听，还截取了部分，是不是聊天纯享版吧？到时候聊天聊天内容直接听上，好的，好的，然后我们的提问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下面玩一个游戏。好，抢数字，抢数字，抢数字的游戏，一、二，妈还没开始起名字。我们先明确一下，输的人有一个小的惩罚，就是要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个人技。OK。对。啊。那没有个人技怎么办？对呀、啊，可以用他人技吗？他人技，个人技已经真的没有了。我也没有。啥？还没有学习新的个人技，好吧？来嘛，先取名嘛。取名就跟 Rice 有关的名，好，Rice 有第一个取的都很吃亏，我跟你讲，大家印象可深了。然后这个游戏就你来吧，没有，最后一个取的很吃亏的，第一个就是来吧，取吧，取，我先来，疯子，好，你这个取好，姚晨先的，姚晨都有进来，你这提醒直接出。不提醒啊，还没开始啊，不能开始，还没开始啊，对，不能说，不能提醒，不能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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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取来取谁啊？我什么卖家？卖家，我是荣耀的战场。好，字数有点多了吧？字不能，有点吃亏，有点吃亏。大哥是吧？三个字，互相喊对方名字的时候，名字最多三个字，我是战场，是吧？三个字最多三个字，对。我建议你换四个字吧，四个字。你说吧。行啊，不行，对啊，乱下光也光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是啥呀？你会重新所有人来重新来干吗？对，三个字以内，三个字以内。我叫，我刚想去的，2019年6月8日的，就算不行，那我叫奥特吧。奥特，对，奥特，截了一半，感觉不好解。姚川先出一笔吧，可以，你取了吗？你来嘛，顺着来嘛。姚晨不用手吧，都知道。都有。姚晨太知道了，就不用手了。铁子啥？谁都铁子。铁子。不能干。再见。什么？星辰啊。开始复盘了。哪吧？你是哪吧吗？我是向光。好，向面光。面光。我是啥来着？战场。我是团魂。好。尹都。好，我是舞台。再见。我做盘。好，张龙一开始一二三，耶！我们是要一把就定胜负吗？
可以再来一把。那是两把，两把，都两把，就两把，就两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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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好，三二一，开始，一，八，三，四，五，六，哎，七，八，咚咚咚咚，正常，咚咚咚咚，哎，咚咚，哎哎，咚咚，哎哎哎，对对对，正常，正常，正常，咚咚咚咚，他去他去，哎，好，还正常呢，正常，再来一轮，好，再来一轮，带不带他？带他，但是肯定你要出，你要惩罚，你要出两个，那就再来一个，来吧来吧，带你出就两个呗。对呀，不行不行，为啥不行？可以，就这样，好，就这样，来准备啊，三二一，开始，一，二，哈哈哈哈哈哈！哎，我觉得我，哎，晚上是什么料？哎，等一下等一下，七，八，九，八。对着哪个？他对着他。好嘞，三二一。什么？对着他？对着我干嘛？是你俩的技能。来嘛，准备嘛，三二一。我看你们在干嘛？我也看你，我看你。对对对，来，你得一起，你过瘾，得一起，过瘾，得一起。我们想看，我们想看，哪个眼睛？都可以。黑不腻，睁眼睛，左右各来一下吧，砰砰。对吧？三二一。你怎么两只眼睛就是那两只眼睛来凑数？没了，完美。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很多十二陪伴的 Rise 一路成长，也将迎来自己的毕业，请大家给即将要毕业的小十二们说一句祝福。来，准备，来，三二一，一切顺利，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方来云，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开得胜，八方好运，九九同心。十全十美，金榜题名。都是我们办的。然后，我们团队的官博叫 Rise 毕业日记，在这里有一条置顶的悄悄话互动博，然后一直为十二们开放。现在我们节选了一些十二们就是很走心的评论，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并回复一下。啊，并回复一副还挂。可以分享自己看完的感受。别从我开始了，换个位，换个方向。这里。光光开始。光光。可以。要速度啊，速度没有什么了。小胡是我追的第一个团，也是在20年啊。小胡是我追的第一个团，也是20年最低谷的时候喜欢上的团。那段时间真的很煎熬，坚持下来的一部分原因是你们，就像周年团综里说的，跟你们一起度过了这两个夏天，每天除了开心还是开心。我喜欢他们身上被掩盖的烟火气，喜欢他们吵吵闹闹，喜欢他们一起结伴回家吃饭，你们的存在对我很重要。好，回答是要回复吗？没有，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一句话吧。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小胡也是我20年最低谷时候做的团，那段时间很煎熬，谢谢兄弟们一直陪在我身边。好，我们小胡竟然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啊，没意思啊，
的名字。他说了就是咱不留眼泪。我诚心的不用了，什么意思？不是，你们笑死我。他说很难不流眼泪吧？我们小姑居然也要掰着手指头数着毕业了，整整两年，每个来源于你们的骄傲、明媚、快乐、幸福的瞬间都会记得，变成以后用来怀念的美好记忆了。春天快乐，夏天快乐，秋天快乐，冬天快乐，天天快乐，我的宝贝们，说过很多次，还要再说，能遇见你们真的很开心。对，非常感谢我们可以变成你们的记忆，你们也是我们很美好的记忆。没错。好，那这里请你们永远把彼此当作家人，有个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小群。我们小群其他人都知道，每天分享新鲜事，可以在很多年后让我们的蛛丝马迹里，让我们在蛛丝马迹里看到你们还在一起的痕迹，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然后最后愿你们一切都好。嗯，好的。然后感谢陪伴，我们会照顾好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会一起继续下去，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有更多的动力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错。对，很高兴在2019年的夏天认识到这11个男孩，两年即将结束，这两年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有开心激动，也有无奈遗憾。你们曾经说过限定的是时间，不是感情，希望接下来要再念一遍吗？还是希望接下来的路你们11个人都可以走得顺顺利利的，约定好一起顶峰相见，我们永远是你们坚持的后盾。OK， 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感谢支持吧，愿意当后盾不容易，所以就是感谢你们愿意当我们坚持的后盾。走了，希望那一天过后，你们的小群还是会像平常一样热闹，你们会私下聚会，说只有11个人懂得笑话，可以继续分享吃的、玩的、衣柜的、北京某滑雪场的卡要续费哦，健身房的卡也要续费哦。今天这跟私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滑雪场和健身房？意思是我们一起还能在这，还能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续费聚会。哦。要是有上舞台的机会，一定要争取。留在舞台的宝贝们，继续加油。好的， yeah. 也希望，大家也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在看不见彼此的地方，会互相为对方打气，加油。好，好吧。很开心这两年有你们的陪伴，为我们的画卷留下浓墨重彩的意义。这一路看着你们行走奔跑，也狠狠地摔了一跤，你们没有一蹶不振，反而砥砺前行。我看到了你们暴风成长，暴风雨后的成长，确实像老母亲一样非常欣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这残酷的圈子里，希望你们互相陪伴，互相照顾。 Rice 这两年辛苦了。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相互陪伴，我觉得是很幸福，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吧，然后我们可以永远做彼此的树洞。在限定的2年时间里，我曾毫无保留地爱过你们，这一段难能可贵的经历你们一定会记很久很久，我们也会记很久很久。可能中间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被质疑，被嘲笑，被不看好，但我知道你们从未放弃，你们照亮了我的夏天，我的青春。我喜欢你们，所以希望你们被簇拥包围，走的路要盛开花花，走的路要繁花盛开，要人生沸腾。是你们，当然你们也照亮我的。生活很累，但是就像泰戈尔说的，信念是鸟，他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受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这句话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最爱的小胡。最后这一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下去吧。虽然不知道泰哥说过这话，但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照顾好自己。对，就是你们的好，也是我们希望的好。对，是，没错。我一点也不遗憾，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们，因为遇见你们之后的时光才是最美好的开始。不管怎么样的未来，还是一起走下去吧，像家人，像朋友，我们一直都在。其实我也感觉最大的荣幸，最大的荣耀，就是因为我们小十二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一直都说 Rise 不只是我们十一个人，是所有有着同样的信念，同样朝着梦想进发的人都可以称之为 Rise。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走下去。是的，我们的故事里有很多逗号，这次不一样，不过这次也不会是句号，我更相信它会是一个分号。站在大舞台上，面向世界的 Rise 结束，与之并列继续前行的是一起玩一起疯，只属于十一个人的好朋友 Rise。 打在男孩身上的灯光灭了，升降台载着男孩缓缓下降。今天开始，我们还是关系最好的我们，不过是最平常的好朋友们。没错，我们不管未来是怎么样，我们永远都会是你们最好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会一直坚守在你们身边，我们还会继续待在。如果有一次选择回去的机会，我一直看着十二个字好，我们一起见过意气风发的开始，神采奕奕的攀登，只能叹息的低谷和不忘初心的最后。我们经历了，我们都明白，我们一起来。谢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然后未来希望我们还能一起被互相充电。谢谢。然后反正一句话的话，总而言之就谢谢大家的陪伴嘛，然后和信任还有支持吧。然后我们也不想搞得伤感，对吧？对，开心是对的，对，开心一点。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可以来树洞博给我们留言，但是我们更希望是一些分享，开心一点，快乐，生活的快乐。对，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一直在这里，然后你们也会一直在那里，然后我们互相去进行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也同样分享一些你们的生活给我们。Yeah, 谢谢。没错。好，最后，我们破晓之前，每周四晚在腾讯视频上线。我们以 Rise 成员身份邀请您看，一同乘风破浪，迎接破晓。太酷了，破晓就现。好，下一个月表。拜拜。好，谁啊？不能忘记，下次见。